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且随疾风前行，身后一雪。敌军，你看，每天都有兄弟过来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还在播呀？你要当劳模吗？”劳不劳模的也就这回事儿吧。今天给大家播到七点钟，行不行？树叶的一生，只是为了归根吗？谢谢 Kimala， 谢谢 Kimala 的飞机儿啊、哦！谢谢，感谢老板的飞机。今天俺们还差两个飞机就可以完成四星挑战任务了，啊，就可以完成了啊！仅仅只差两个飞机，谢谢 Kimala 的三个飞机，谢谢 Kimala 的飞机啊、哦！谢谢。那好，你要干啥呀？不，你要干啥呀？你呀，这咋还没完没了了呢？精神病是吧？犯病了是吧？这大螃蟹挺凶啊！就要点我一下呗，中风！哎呦我操！来，来，来，犯病了是吧？是不犯病了？二级打着螃蟹确实不好打，得等三级有风墙。那么脏呢、啊、你等着啊，你等我三的。中风。死你兄弟，这波本来是走不用闪现的啊，但是我就要杀这个人。还行啊，中风，这波不可能回家的啊！这波不可能回家。这波不可能回家。我吃到经验就行了啊，问题不大。我亏死你个傻子，给我在这边亮牌，亏不死你。我还吃你个塔皮，哎，亮死你，我也亮牌。我有没有这个？可以。回家攻速海，正好来个药水啊！
羊刀啊，羊刀不也得要小短剑吗？啊，不对，羊刀不要小短剑，羊刀。啊，不对，羊刀。哎呀，马上出啊，别急。哎，搓一下。我二速还，马上我六。风啊，中风啊，我气死你，我让你在我这亮牌，你再亮一下，给你吹个箫。再吃吃他一波塔皮，我们回家啊！气完了，这人真的气完了。回家，挂机了吧？挂机了，哎，没挂机。武德，哎，你这旁边有人着呢吗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蛤蟆在这里？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哎，居然有人儿，嗯，让人偷袭我们。羊刀了，我们即使死死的都是这么的潇洒。嗨呀，羊刀现在每次攻击附带90点物理伤害，还行。
哟吼！这得装起来，我装起来无法击溃他的心理防线。这波啊，又开始叫人偷袭我，好啊，好小子！哎，螃蟹上一波不是放过大了吗？怎么刚才那一波又有大招了呢？这不应该呀，这波三杀了。跟我冲 W 给我加速，你给我加速啊！这发条跑过去左边收兵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上高地啊，先把这杀了，中风。中风，兄弟，中风，我不行了。没事，阿卡丽没大了，勾他回来，勾他回来。中风。别老亲我小兵啊，老大，这我不能上了啊，我们得回家出不朽盾弓了。饮血剑呢？饮血剑来这吧。我觉得亚索跟永恩这种英雄出这个暴击感觉有点 bug， 是不是？他俩都是暴击收益百分百，对吧？就是能多加一倍的暴击嘛。然后出个羊刀，别人出羊刀感觉都不太行，但是他们出羊刀这不一样。他们出羊刀收益很大，哎呦，射我，兄弟，这没法上啊。高地不能上啊，
我感觉我能双封了，啊！我就没明白一个事儿啊。为什么这个螃蟹的那个一技能怎么这个样子的呀？他中风，你可打不过我啊，小伙子！哎呦，东西还挺多，一口二连击打招，擦擦，算了，跑了就跑了吧。戳一刀，再戳，中风。中风，戳，中风，好大，但是接不上。中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了啊？这是，哎，不是，为啥这螃蟹勾回来又回去了？是什么意思呢？谁给击飞了吗？这是。谁知道这怎么飞回去的呀？现在这版本还得这永恩跟亚索玩的爽啊，我发现。